遭网友痛批噁心母女檔，鄭仲茵霸氣反擊。鄭仲茵与大牙在剧中频频使坏。图 3D 提供 20001803.28。八点档金家好媳妇剧情发展至郑仲茵是方婉菲为了女儿大牙周密配是赵映心的未来用尽各种手段阻止韩娱是陈芷琳与黄少琪的恋爱让网友直批这对母女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择手段实在是好无心。鄭仲茵和大牙被网友封为超强的噁心母女档，更惨遭网友不停谩骂。鄭仲茵出面伪角色频繁，在大家眼中或许方婉菲是个自私的人，但她其实就是一位为了宝贝女儿可以付出一切的妈妈。鄭仲茵也直言她把角色当作借镜，提醒自己不能太宠小孩，以免成为大家眼中的妈宝。鄭仲茵与大牙让网友气得牙痒痒。图 3D 提供 20001803.28。 鄭仲茵过去演过不少坏女人的角色，在观众的印象中都是比较强势咄咄逼人的样子。此次饰演的方婉菲则是呈现笑面虎的模样，都在背后默默算计，网友也赞叹她把虚伪和心机的样子演得很好，直呼演技超强。